大家好，欢迎来到 AI 凡人频道，我是主持人吴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京东大古名家董湘坤的珊瑚作画高清修复完整版。之前已经发布了董湘坤大师的四部作品，受到了很多网友的点赞和留言，尤其是老来难的作品受到了大家的喜爱，唱出了老一辈的心声，同时也感慨这样的好声音好作品现在很难看到了，京东大古后续无人啊。看到网友的感叹实在是感受颇深，以后再也听不到董老的作品了，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修复董老的作品，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或许这也是一种传承吧。欢迎订阅评论转发，好，请看正片。水汪汪大眼看蓝天啊，天上的太阳它画了一半呐、啊，那半拉缓缓的要出山呐、啊。这幅画取个名字就叫盼，你细思量啊。盼的原因可有内涵，他一审二审都通过，我也三审最后啊可没过关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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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误挺新鲜呐、啊，自古来太阳是东方来升起，他把那出生的太阳画在西边，
老是感觉太遗憾呐，心里责怪小珊珊。老师说你马虎的地方是重点，把出生的太阳你画在西边，这个道理你应该懂啊，你看落选冤不冤呐？那珊珊说呀，哎，老师老师你别埋怨呐，其中的原因听我说完呐，我爹娘离了婚，可叫我怎么办呐？伤心泪湿透了我自己的衣衫。我爹他是画家，他把那良心变呐，和妈妈分了手也不管我珊珊。临走时对妈妈只说了一句话呀，咱们俩呀要团聚，除非日出西山呐。天天睁眼盼呐，西方出太阳，爸爸好把家还哦，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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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小珊珊啊，提起爹娘动情感呐，老师和同学们也心酸，深深的盼望能否实现，值得深思在人间。天下的父母可别离散呐，别让那幼小的心灵再受摧残啊！